剧集《再见枕边人》的剧情进入倒数阶段，黄智文饰演的顾晴天和张希文饰演的朱善美在剧中的针锋相对、互不相让亦开始升级，他们发展成由口角变成喐手，这晚他们就在海旁拍摄互掘的剧情了。明明我的事业就够，现在要叉只脚埋嚟搞人老公，你根本就一直在扮可怜博同情，扮嘢最叻嗰个其实系你咯，系咪白发声？你哋等我厮杀我啦，啱啊就系啊，厮杀噶啦，喺戏入边唔留情噶啦，我哋。即係我唔知道，我覺得係都幾好似打乒乓波咁樣，即係你嚟一把，我又嚟一把咁。反而有時咧，呢啲就住仲咩，即係一嘢過，係啦，一嘢過，同埋都幾好玩咯。試下咩都試下，咩都試下。第一次打女人，係啊係啊。我見啦，其實咧，你哋咧好多個 shot 咧都已經係即係一下就 OK， 但係咧要因為要就好多角度啦，同埋咧原來喺個現場咧有好多突發嘅嘢。架船無端端開一開啦，跟住有人行過，有隻狗仔行過咧，又要再打多巴噶咯喎。係啊，但我哋今日係打和噶，我哋應該係打和嘅次數係咪啊？係啊，係啊，導演好公平嘅。係啊，係啊。好多演员面对拍摄蒋国人的戏份都会觉得好大压力，机会太重手令对手受伤。不过两位靓女都话宁愿拣真挂好过扮打噃，都真嘅，但系个位置可以就系啊，即系有少少技巧嘅，即系每次拍呢啲都因为又惊又要 NG 啦，同埋又惊即系对手啲戏啊对白嗰样嘢，所以都系事前大家都一定啲位置对到好准啊。同埋我记得呢一个技巧其实系阿 Lisa 姐教我噶，即系唔好打面珠灯，就系打即系呢啲位置咯。呢啲位就會冇咁痛，同埋出嚟個感覺係好似好用到力咁樣咯，係啊，瘀咗個腳而家喺度，而家翻嚟敷，俾你冚埋我呢邊啦，我巴力翻。我哋劇情係講到我哋翻到屋企之後係有個紅色嘅掌印咁樣嘅，所以係 suppose 係真係好大力嘅。志文同希文以往都有拍過掌掴人嘅戲份，但講到打女人，佢哋不約而同都話係第一次啊。我係喎，係啊，我都刮過幾次男人嘅，男人好似直接啲、簡單啲，因為可以出力少少，同埋啲皮厚啲係咪？同埋啲皮膚好嫩滑噶嘛，同埋女仔會錫翻女仔，哎呀，但男仔，有冇事啊？OK 啦，得啦。